就爱王心 X， 共同兴趣牵线，就是爱做一样的事。姚远浩与凯沃女魔王心田传出恋情，据悉是因为两人兴趣相投，都喜欢滑雪、冲浪、三铁等运动，有不少共同喜好的朋友与话题，才让他们走在一起。而在演艺圈中，因有共同兴趣，特别是以运动项目牵起爱情线的也不在少数。身材姣好的刘雨柔本身就是个热爱健身与拳击的运动狂热分子，交往的对象也都是运动健将。几任男友中，班杰自小学习武术， Leo 是健身教练，而最后结婚的老公黄玉仁更是职业格斗选手。夫妻俩最爱一起运动，维持健康与好身材。